正想吃臭豆腐，那臣妾呢？昨天拍了一支视频，就是最后一次逛夜市了，但是没走了，今天再去逛一个夜市。今天去逛呢是湖南长沙最大的一个夜市，叫什么夜市？扬帆夜市。我们去看一看长沙最大的扬帆夜市里面有什么好吃的。摩天轮、世界之窗游乐园，这个万家岭广场，这个万家岭广场，全球的单体建筑，全球最大的单体建筑，上面有飞机。现在这个干什么的？现在是商场、酒店呀。万家丽生活广场，我们马上就到扬帆夜市了。扬帆夜市，湖南长沙最大的夜市了。现在天还没黑，都有这么多人了，找个地方停车。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才出摊，应该。这里呀、人员特别多，想找一个停车位也是非常难的。现在我们还好找到了，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，来晚了都找不到停车位的。现在我们开始逛起来，今天我们没吃饭啊，我们就可以多买一点小吃来尝一尝。我们车子是停在这个中央位置了，这边是卖一些瓷碗、花、饰品的这个位置，还有衣服。先逛一逛吧，果果看中这个了，高兴高兴嘛。不是，他在看，他在认真的看，他不是这个表情，他认真的看，他还没熟悉，等他熟悉了，你看他，你看他眼睛，我的天，那坏笑。让他在这里坐吧，我们先去逛逛。这个10块钱10分钟，还可以啊。西瓜汁、芒果汁，还有烤大肉串。正想吃臭豆腐，那臣妾呢？现在出来了，从头开始拍啊。扬帆夜市，长沙市示范街区啊，看一下这里多少人啊。现在天还没黑啊，都有这么多人了。等一下天黑了之后，你知道多少人吗？我们昨天去那个就已经特别多人了。这个是长沙最大的啊夜市，人就更多了。进入夜市请佩戴好口罩。我们三个人来逛扬帆夜市，第一份先来一份狼牙土豆。大家猜一猜，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吃饭可以吃多少钱？这个是8块钱。走，我们继续。哎呦，这人好多啊。烤面筋，这个是3块钱一串，买了3盒西瓜，10块钱。这个果果最喜欢吃西瓜了。冰粉、猪蹄、这个烤冷面，你看多少人排队，应该很好吃。东北烤冷面，这西瓜有10块钱三盒的，有10块钱两盒的。刚刚我们买的是10块钱三盒。杨梅，杨梅，看看，酸野铺，哇，全部都是酸的。然后再加辣椒是吧，拌是不是。这个是一个网红店，烤苕皮，不同的苕皮的品种，看到没有，它里面包的不同的馅料，好多人啊，抖音爆火的网红推荐的。烤苕皮裹五花，里面是五花肉，这一份是12块钱。这个烤苕皮还蛮好吃的，因为它是烤的嘛，有油有辣，然后中间是放的酸萝卜，特别特别的解腻。给小朋友买了一点这个，还有这个小零食，3块钱。这个小孩看到玩具，你看不愿意走了。看一下这个印度飞饼，这个印度飞饼也挺好吃的。鲜花，这个车子好牛啊，你看这么密集的一个夜市摊，他竟然开车进来，真的好有勇气啊。烤鸡，烤鸡腿，大墨鱼，这边都是喝酒的啊，这边还是这么多人，卖衣服的就少一些啊，主要是吃饭的人地方特别多。一个小灯泡，这个黄皮
大家有吃过吗？我第一次见，我也没吃过，我只是在网上有看到过。这是什么味道的？大家有没有吃过？烤肉肠10块钱三根，手工擂茶是湖南益阳的特产。我姐姐说非要让我尝一下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擂茶。擂茶，然后再加上炒米、花生，还有一些糖水。就这样子的，擂茶，手工擂茶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好了，准备回去了。然后车子不太好出去啊，这个夜市我们没有搞懂它这个格局啊，出去的那个道路全部都给堵住了，好多车也都出不去。那个车你看也掉头了，我给你下去看着啊。别开了，别开了啊！别开了，就还走咱赖着走那条路还可以。我们终于出来了，走到大路上来了。我们回家了，但是扬帆夜市继续嗨。开到12点，扬帆夜市，拜拜。拜拜。还好多人，一火锅，是吧？回家喽。